来到娇娇老师的汉语小课堂，每天学一点，进步快一些。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本课的词语，我们现在一起来复习一下。生病、看病、医院、药、有空，很棒。一起连一连，生病、看病、医院、药、有空，做得不错。我们生病了怎么办？对，去哪儿看病？很好。医生会做什么？非常棒，给我们拿药。为了以后不生病，我们要有空就运动。大家看课文一，崔浩怎么了？生病了。他想什么时候去医院看病？对，他想下课以后去医院看病。学校下午4点下课，他想4:05去医院，两个事情中间的时间非常短，我们就可以说，崔浩想一下课就去医院看病。这是玛丽，她早上8点起床了，她起床后做了什么？刷牙。先起床再刷牙，中间的时间很短，我们可以怎么说？对，玛丽一起床就刷牙。大家知道老师一起床就做什么吗？老师很渴，所以老师起床后会马上喝水，可以怎么说呢？非常好，老师一起床就喝水。大家看这3个句子，崔浩、玛丽、老师都做了2件事。崔浩下课去医院看病，玛丽起床刷牙，老师起床喝水。两个事情中间的时间都很短，这时我们就可以用依旧。大家学得不错，下面我们来练习吧。请看，这是麦克，他做了什么？回家写作业。用依旧怎么说？请说完整的句子。说得很好，麦克一回家就写作业。这是山田，我们看他做了什么？可以怎么说？不错，山田一回家就打电话。我们再看，可以怎么说？太棒了，他们一出门就看见了老师，大家都会了。我们看课文二，林娜看到了谁？阿明。阿明在干什么？阿明在跑步。他什么时候去跑步？对，他有空的时候去跑步。他一有空就做什么？没错，他一有空就去跑步。有空是跑步的条件，意思是当他有空的时候就去跑步，所以是条件。他们在干什么？考试。大家考试的时候紧张吗？
紧张。老师考试的时候也常常很紧张。我们可以说，我一考试就紧张。考试是紧张的原因，紧张是结果。那大家紧张的时候会怎么样？哦，流汗，头疼，脸红，老师也脸红。紧张是脸红的原因，我们可以说，老师一紧张就脸红。大家看这三个句子，我们发现一后面可以是条件，也可以是原因，就后面是结果。大家学的很好，我们来做一些练习吧。玛丽很喜欢中国菜，她没错。麦克中文不太好，他说得很棒。大卫不喜欢看书，他真好。大家都学得太棒了。我们看马克的日常生活，一起读。马克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课，他每天一起床就去上课。下课的时候，他已经很饿了。他一下课就去食堂吃饭。他的作业也很多，他一回家就要写作业。星期六和星期天，他不忙，他喜欢打篮球。一有空就跟朋友一起打篮球。读得不错，你们的日常生活怎么样？请你们也说一说，用上今天学的一就。谁来？好，玛丽你来。说得太好了。我们今天学了一就的两种用法，崔浩一下课就去医院看病，玛丽老师表示两件事中间时间短。还学了什么？阿明一有空就去跑步，我老师。一的后面可以是原因，也可以是条件，就的后面是结果。大家学得太棒了，我们看作业。一，根据自己的情况完成下面的句子。我一有空就，我一就很高兴。二，请你写一写你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做什么，用上今天学的一就。三，看视频用一就写句子。好的，同学们，我们今天的课就结束了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